110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5月4号将在高雄的一所大学登场。开幕前，圣火队由南往北，要将圣火传递给曾经举办过全大运的28所大专院校。20日下午，全大运圣火队抵达大业大学，并由大业大学校长吴东兴带领全校师生迎接圣火的到来。87年的时候办理过一次第29届的全大运，那他这次一所大学办的全大运，他是希望是串联整个举办过全大运的学校，然后有一个传承的精神的那个意义存在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年是配合一所大学的圣火的传递的工作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的传承这样子。大大学体育室主任黄娟娟指出，大大学曾在1987年主办过第29届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今年的全大运是由一所大学来主办，特别策划了圣火巡礼的活动，要将圣火传递给曾经举办过全大运的学校，象征精神的传承。大安人新闻刘新孝、李桂妹采访报道。